大家好，这是一家位于 Monkey Park 的一家中式餐馆。不是我要说它真好吃，是它的店名就叫真好吃。不过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好吃，尤其是他们家的面食类，超级推荐。我们这次点了牛肉卷饼、石井刀削面，还有它的牛肉面。他们的牛肉卷饼很特别，是用葱油饼做的，比较有口感。我每次来都一定会点一份牛肉卷饼，我们这次还有点他的手拉牛肉面，还是牛肉手拉面。他的面很 Q 很好吃，肉就普普通通。最后这个石井刀削面真的很好吃，配料则是中规中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家只收现金，然后就是这个区域的网络真的是爆肝差。所以喜欢边滑手机边吃饭的，建议还是买外带好了。最后补充一下，他们家店里小小的，很多都是地方熟客，还有很多人会来买外卖，生意是蛮好的。今天就跟一个阿伯小聊了一下，我们每次来都会看到那一个阿伯。好，这一集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，拜拜。